这是我们的可食用汤匙，有草莓啊、绿茶，就连辣椒口味的也有。我们这个汤匙呢，可以再使用大约15到30分钟左右，然后主要是配于一些比较甜品之类的，就例如阿萨姨、雪糕、酸奶之类。原汤之类是可以，可是它会比较快，就是说溶掉。我们是建议比较冷的食品，如果是汤的话，可能比较厚一点的汤，像蘑菇汤、clam chowder 都可以。食用汤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想法，也是有其他的公司以前尝试过，可是我们的特点就是说，我们会加入一些超级食品，例如 chia seeds 还有golden flake seeds， 这个会给国人一个全新的体验，或者是味道还有那个营养价值也是会提供的。每当国人使用一个我们的汤匙，就可以避免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汤匙，也是避免污染环境的一个做法。It's a bit hard to buy, but I think like as you eat, then it'll soften. I think it's a bit like strawberry granola, yeah. 它真的有草莓的味道。人物饭。